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安迪，今日为你做一个模型开箱的时候啦。今日我哋开箱的咧系一个港铁嘅载客列车，是近基川崎的列车嚟嘅。咁呢个列车咧，我哋会俗称佢做 SP1009 啦。咁呢个车咧，其实系喺2002年咧，咁就已经投入喺港铁嗰度使用噶啦。咁除咗喺東鐵線使用之外咧，咁其實呢架車咧喺西鐵線或者係馬鞍山線咧，其實都有用同款嘅列車嘅。咁喺嚟緊嘅屯馬線啦，即是係馬鞍山線同西鐵線合併嘅咗嘅線路之後咧，其實佢哋都會統一會繼續用呢一款嘅列車嘅。開始欣賞埋其餘兩款嘅港鐵舊款列車啦。